哦，这个身体的碰撞啊，其实也蛮激烈的。嗯，辛特利坦克切来了，这是一个净算加法。14分差距，比赛剩下最后5分钟，林志杰这一次拿到球，投进了一个三分球。今年球季曾祥军的三分球命中率其实有34.8%，来看KB。 照样打铁啊，自己相当泄气啊。对，因为后面就投不进了。对，林志杰拿着这条漂亮的救勇，林志杰要接管比赛了。这一颗三分球投进之后，迫使林冠伦总教练喊出暂停。这个暂停是必要的哦，因为现在勇士队整个头顺哦。双方6分差距，来看勇士的进攻，这一波的攻击相当关键，球给志杰，来了一个后撤步，这个三。 犯规啊！这是一个四分打的机会，球给志杰。哇，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啊！啊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今天林志杰他上场的时间，就原本可能在第4节他不会再上来了。但没想到，因为志杰刚刚就一直坐在我们转播台的前面哦，完成这一次的四分打。 高国华目前攻下了25分，已经追平 AB 的得分了。林志杰必须要贴上去哦，来了，一样由他来接管比赛，再来一颗三分球，线了，球给志杰了，踩线了，居然是踩线吗？对，Oh my god， 要由丁格Terry 来做一个边线发球。曾祥军，球交给林志杰，外弯出手，力道大。 伊波卡保护住这个关键的篮板球，球往前场甩，那这样比赛要告一个段落了。哇哦，在峰回路转之中，最后的比数是94比92，新竹接口工程师惊涛骇浪主场赢球，送给勇士队史无前例的4连败。